今天吃冠鲁鲁他们家的麻辣土鸭爪，姐妹们，之前是他们家的土鸡爪，老够味了，就是他们的土鸭掌，一包也是500克啊，他家里面发两大包，有麻辣爆辣，我这个是麻辣的，看，一包倒出来有就是这么多啊，这么多的土鸭掌，把它给抓一下，然后把这个料抓均匀，然后我们再吃，这样的话每一个上面都能裹满料。它这个鸭爪比较大，然后一袋是有，我这个是7个，它具体就是给你重量来的。老香老香了，闻到这个味道就老馋了。土鸭爪，我就平时就比较喜欢啃鸭爪、鸡爪还有猪蹄啥的。嗯，特别香，麻麻辣辣，肉质很紧实，这个鸭爪很好的脱骨啊，它的骨头很好脱。吃这个你就不要急，就坐那里慢慢的吃，很够味，特别入味，配合八加一老美了，或者是你馋肉的时候就想啃点东西的时候就可以来这个。它这个麻辣的吃起来有4-5分的辣度，有点麻麻的，很香，这个料很香的那种，而且配料很干净啊，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，也没有坑底，也很滑。嗯，这爪很大很肥。